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我觉得这国服的游戏环境啊，哎呀，不太行啊，主意太正。梦魇儿都没有头发了。全军出击！他不听话，你知道吧？他也不是不听话，他心态不行，这心态哪行呢？我觉得这种游戏就应该大家一起团结，一起团结走向胜利，这么个一个游戏，而不是每个人你菜我菜，你炒我炒，你就即使菜不菜的，菜就菜了呗，对不对？菜又能怎么样呢？菜别心态不好。把扣一下滑了，这老心态差，来吧，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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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致命点烟，笑个屁呀！笑，笑什么笑？还笑我？回家了。菜就不该被骂。哎呀，菜很正常。你敢说自己没菜过？你每个人每一把他都不一样，比如说这把对面的人比你厉害，那你没办法，对不对？没办法。或者是比如说这把你有失误了啊，你没打好，然后被人滚雪球了，然后这就有点打不了了，这都很正常嘛。或者是也去支援一波没支援好，然后就开始让人单杀了。要你们看看什么叫补刀。大家就当什么也没有看见。确实梦魇不是那么很好补刀啊，他这个滑了吧，他是 AOE 技能，我是控制不了。怎么回事？这小鹿怎么的呢？滑了滑了滑了，闪现滑了，扣一下，漂亮，滑了滑了，给黄牌。怎么的呢？这里是有眼儿啊！我这一看呢，马上我们升六，
这铁男刚才没用闪现，你要跑跟他，你指定跑不过他。哎呦，这个扣都能扣飞了，兄弟，我佩服。看他生没生，他要没生，这波可以打。嗯，这波可以打，直接把他划了死。我们装备比他好，并且现在小兵多，正好是给我们回血的地方呢。抽一下，滑了。我划了你一下，再见。这铁男大招其实我挺好挡的，他有个抬手动作，他只要这么一指，哎，我立刻我就放个 W 呢，我就可以把他大招给他挡了。但是下一波他有闪现，这该怎么办呢？得他先交闪现，我们再交大能死。我们先交大，应该只能打他一个闪，不合适。出了血色之印，没必要挡。怎么没必要？他偷我鸡，偷我那个。偷我血，扣一下。又不是他旁边有人，我让他大那倒行。真猥琐呀，铁男。这个 W 呢是用来干嘛的？去波中路飞一波维克托，我们属于半球流。飞他，黑吧！凯隐真恶心，还过来补个车。小鹿挺狂啊，小鹿跑得真快呀，算了吧，撵不上。500移动速度，怎么追？让你们看看什么叫补刀。嘿，再吃他一层塔皮回家。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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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呸，不能再打了，他大欧要死。
这铁男没反应过来，他刚才要反应过来，我们直接够呛了，直接人没了，不能打啊！这波直接飞他。跑了，哎呀，跑了，算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他是真的是无论怎么样啊都不会跟我打。蓝凯吧，这把变红凯啊。这勇铁少女也打不死人呢。我这波直接飞他能不能干得过他。算了，我就直接飞他得了，这铁男都烦死了，真的。这大怎么都不放啊，杀不了可难受了，赶紧把他塔给他拆了，杀不了就拆不了塔。他的 R 键坏了，我键盘也坏了一个，我的 G 键坏了 ABCDEFG， 我 G 键坏了，直接那钮在里边 折断了，然后我把别的键位给抠下来了，我把那个 PG 下键盘右边那个我给它抠下来放 G 键上了。这也没人管呢，拆个二塔吧。你咋的呀？你要干啥呀？完了。完了，这 W 还摁慢了，这没办法，我只能跑。你是咋整？那后边整个维克托，操了，就一直追。他要没有这维克托，我就一直跟他打，他也打不过我。那维克托搁后边一直跑，我他妈是把你给杀了，维克托！我让你追，你别走啊！别让我找着那维克托，我今天必杀他，他042。找到维克托，上把也是个维克托，这把还是个维克托，我让你玩，还他妈净化了。
还整净化。下路这人我也追不上他呀。应该是有眼儿，把下路塔拔了吧。这个位置应该是有眼儿，但是这眼儿直接眼儿的碎片没了呀。近我不一定能打得死，因为他有狂风之力。现在这 ADC 没有位移的都有位移，挺让我们这些刺客难受的。试试看吧，交闪。交闪不杀，下波再杀。那你出暗行之爪啊，这个呀，这个那就出呗。我没出过啊，我头回出。这么多人，等等我！先杀他们家这铁男。你来了。暗行之爪没有起到任何效果，太近了。里边有眼儿，我们先把小龙打了。哪来那么多眼儿？我在这儿等一手，我看看是谁的眼儿。好 ，ADC 马上到啊，兄弟们，马上掏他屁股打。好，泽拉斯，我来了。暗行之爪，这有个屁用这玩意儿。划了划了划了，开大招，致命点烟 Q， 抢了我一波四杀。你就打了吧，我去推中。我不觉得这暗行之爪到底有什么作用，没什么用。有没有红？这把我们暴力一点啊，我们不出夜印之风了啊。哎，等一会儿啊，什么玩意儿了？刚才出来了。哎，在这儿了。
等个大招吧。哎，暗行之爪，暗行之爪可以怎么的？可以破甲是吗？啊，接下来对目标造成的伤害提升15%。那咋没人出呢？我们暴力一点，直接收集者。因为真的没啥用了、啊。对敌人造成伤害提高15%。谁出呢？左一出一个。几个人啊？暗行之爪，人有点多，给我上！完了，给我抡死了。二换一，但是不合适，我们1000。没什么用，干木印我估计我能走，即使我杀不了他们杀，我估计我也能走，我也死不了，出了这玩意儿我就没法跑了，我就只能进去就死，飞进去我们人就没了。这波 ADC 是不是有闪现？飞不飞他呢？我好想飞他哦。但是算了吧，飞进去我估计我们也要死了，不合适。先拆塔。看见没，出完木印连我的英雄都隐身了，他们连看都不看我，我都不上，我觉得没必要，这回咱再上闪现了。哎，我这一枪漂亮，卡牌不上卡牌，走呗，打死他，能不能甩死他呀？他这波有这么疼吗？哎呀，黑暗收割，我操，我这一个波打不死我，正好我一个对狙跟他一个对，我啪一个扣，计算伤害失误了，这个计算的伤害有问题。投降了，龙魂了，对面投了。